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装潢非常漂亮的公寓二楼。这间公寓二楼会在板桥区笃行路。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装潢非常漂亮的公寓二楼。这间公寓二楼位在板桥区笃行路。我们这个物件位在板桥区笃行路，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旁边刚好是我们树林的分界，我们这边也可以算成是树林的地区，因为刚好是在交界点，有一条巷子就是树林的门牌。这间屋龄总楼高有5层楼，屋龄39年多，全幢将近有26平。目前我们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1卫。一个阳台，使用空间非常的大，地点也非常的棒。我们旁边有一个福州桥，不管是你们要往板桥、往笃城，或者是要往三峡，都非常的方便。这个地理位置位在沙仑国小，走路的距离不到300公尺。距离我们宝安市场走路的距离不到500公尺，距离我们树林的秀泰影城走路的距离也只有750公尺，距离我们树林火车站走路的距离也只有850公尺，交通地理位置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公寓二楼的物件，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这个物件目前报价958万，全幢将近有26平，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36万出头，而且是有含装潢的物件。我们这间是属于全市装潢整理过的物件，室内的水电管线都有做更新。我们这个是属于长条状的格局，采光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的流通。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后阳台的现况。我们后阳台使用空间非常的大，后阳台俗称我们的工作阳台，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这种低楼层的物件，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赶快来现场参观。目前报价958万，全幢将近有26平，换算成一平单价只有36万出头，而且是有含装潢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近学区、近商圈，而且也近我们的火车站。附近的学区非常的多样化，有沙仑国小、树林家商、树林高中、
附近的交通也非常的多，有公车站牌，还有我们的树林火车站。基本上只要让你们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轻松的到达。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跟我们的厨房。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公共卫浴，装潢的非常的漂亮，使用空间也非常的大，相当于可以容纳大约15个成年人这么大的空间。再一次跟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屋龄39年多，全幢将近有26坪，目前报价是958万。现场的格局是三房两厅一卫一个阳台，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完全不会有压迫的感觉。附近的学区也非常的多样化，像我们走路的范围内就可以到达沙仑国小，慢慢走将近只有300公尺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学校。附近也有树林高中，还有树林家商。如果你们大家本身就是在找这种物件，尤其是二楼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跟我们的餐厅。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厨房的位置，旁边这边是我们餐厅的位置，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位在板桥区笃行路，旁边是我们树林的门牌。由于刚好是在交界点，所以跨了一条巷子就变成树林的门牌，但我们这边是属于板桥的门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是公寓二楼，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二楼。现场是整间装修更新的物件，也就是俗称投资客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并不排斥投资客的物件，像这种物件真的很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现场所有的管线、水电都有做更新，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一层只有2户而已，非常的单纯。再来，我们这个是边间，所以我们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采光非常的漂亮，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958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36万出头，而且是有含装潢的物件。我们三个房间都非常的宽敞，可以让你们放上一个双人床，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基本上可以放上两个双人床，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这个物件是整间全新装潢整修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目前现场的格局是三房两厅一卫一个阳台，使用空间非常的宽敞，附近近学区也近市场，而且也近火车站，
距离我们沙龙国小走路的范围内不到300公尺，距离我们树林保安市场走路的范围内也只有500公尺，距离我们树林秀泰影城也只有750公尺的距离，距离我们树林火车站也只有850公尺的距离。我们旁边还有福州桥，可以让你们快速的到达土城跟板桥。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低楼层的物件，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赶快来现场参观。目前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们大家也有兴趣买来收租，这个物件也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低楼层适合很多家庭成员，不管是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都不希望爬太高走太久，像这种二楼的物件是非常的适当。欢迎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客厅，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开阔，而且也非常的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客厅真的是非常的宽敞，可以让你们放上1+2+3的大沙发，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如果你们大家平常有空或者是晚上也有空，也欢迎你们大家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来参观现场。目前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格局，格局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采光也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欢迎你们大家现在就赶快打电话跟我联络。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装潢非常漂亮的公寓二楼。这间公寓二楼会在板桥区笃贤路，我们的屋龄有39年多，全幢将近26户，目前报价是9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要36万出头，而且是有含装潢的物件。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1卫，一个阳台，使用空间真的非常的开阔，而且也非常的通风，采光好，通风好，地点非常的好。我们这个地点非常的特殊，隔了一条街就是树林的门牌，所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来参观现场，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目前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近学区、近市区，而且近火车站，附近有沙仁国小、树林高中，还有树林加山。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身边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